现在天刚刚凉，爸爸都把火装好了。来的就是送过来的新鲜鸭子、新鲜鸡。走了，出发去摆摊。现在我摊子已经摆起了，但是今天摆摊出了点意外，我的位置被别人摆了。我是有带车子给我买了今天。他那个嘛，那个53块5，53。36，抓不出来，少不了2块，最便宜36块啊，都熟人，我来少1块钱。哎，好了。
你要看是吧？我要给你烧。四块。买哪个嘛？53.2，53。看你烧不烧？看不看？不看。帮你烧一下嘛。烧一下。我们那个也不看。不看嘛，我给你烧一下了。今天我鸭子还剩了两只，然后鸡的话还有五个，我只卖了五个鸡。我拿了10个鸡过来，卖了5个。今天鸭子好卖一点，鸡的话还是跟上次一样。今天鸡腿、鸭腿，还这个翅膀这些还是卖的比较多。一个人卖，今天还是比较忙。现在应该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，我等一下就收了。等一下去妈那边看一下他们卖的怎么样。这边也收摊回去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每次回去的时候路上都没人了。今天生意好，回来的按都是12:00，12:00了。那么晚再回来一个。我今天个人忙都忙不赢。那你有个位置没找好呢？我另外找那个位置，我的车子刚卖了今天。你买了好多个鸭子？是啊，现在买了20多个。哎呦，能干，爸爸能干。二天把你带去赶场。要得，你说。帮忙扯袋子了，老二会帮忙收钱算账。